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沉积云，搭配远端的山，哦，这边好漂亮啊！那你仔细看那里哦，水是绿色的哦，完全没有调光。蓝绿色，蓝绿色，蓝绿色，哇靠，好美哦，超漂亮的啦，心旷神怡。哦，今天水有点小，所以我们稍微涉水涉出去一点，我们就主攻要钓那个位置。哦，在我的大概1点钟方向，那我们先朝11点钟方向丢我们的 S。哇，丢不太出去，没关系，一样可以用。水很小，很小，我们就慢慢漂，一样漂轻纤哦，反正我们就是抓那个直接灌入的那个鱼讯，整串那个没收那种鱼讯，那个鱼讯就是会打直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留言。铅有点小，我们再换大一号的。嗯，先不要使用那种两颗装的，发现两颗装在下面滚的时候，那个会有点过于不自然的震动，所以我们先用单颗的换。单颗中通铅，我们换到了这个应该是2号的吧？其实我不太清楚啊，反正就是自己抓那个比例跟那个手感。哦，今天气温实在太低了，那个鱼的所有意愿都很低很低。我终于有中了两条苦花，那感觉都是咬讯非常小，就算了，而且也不会射走。就稍微钓一下而已，哇靠，那好难钓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找活性高一点的鱼来钓。怎么找嘞？我们就从这大激流里面来开始找。大激流里面，我用重铅来捅捅看。重铅打激流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留言。A few moments later.
Every day。Every day 的苦花。从天气好掉到天气坏，再掉到下大雨，还是搞不到大雾，总是25、26、27、28这种货色，不是我来这一趟的用意啊！到底要不要继续凹下去嘞？但今天这个巨物潭已经开始有咬讯喽。小啦，慢慢拉。有小就有大。正口。被弄走就起来了。没有啦，一只啊，吃上钩哦，想说拉力好强哦。这只漂亮，漂亮漂亮！哦，完全正口，正口正口！哦，有可能35哦。我头一次那种拉起来，感觉我靠，线快爆了。哇靠，舒服啦。舒服舒服哦，要修好粗哦。出货出货，对到了，哦，尾巴还露那么多，飘雨巨物强袭二。连续拉上两条齿上滑，看似第一条比较大，第一条大概应该有35，第二条33以上，最后实际量测丈量34公分，哦，够爽的。这飘雨之后，它的咬讯就变得很大，然后雨会靠岸边哦，
因为它气温变凉，然后天色渐暗的时候，你就不太怕了，靠岸边。我居然是在那个飘到流尾处往内带一点，再想飘最后的那个流尾，就射下去。哦，那时候杆子一样一败一败。你现在看到画面不会动，不是影片坏掉了，而是坏鬼了。哦，所以我用讲解的补充后面的那个精彩感觉。它就是一样，打到它就先逆流往上游，因为那边有一块岩盘凸出来，所以比较浅。然后水里面的石头有点外露，它就绕过去哦，往上游跑，再往外跑，好爽哦。然后就一样了，拨拨拨。其实你看到影片的时候已经有一点慢了，它不是第一时间拍的，它大概已经拨了三分钟左右了，三到五分钟左右。对，然后进来到安全区域就让它迂回，不怕它，回倒倒倒倒修哦。然后最后就是路网。舒服，后面就没心跳了啦，就看一下鱼货就准备下课。不过今天还是有拉到我目标鱼，尺上花，还是有尺上花了。哎，这是我个人鱼货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要怎么倒？哇，这是什么用？出货哦。这应该都没有齿，没有了，二十几，这只壁雕，身体有点大，啊，身体比较大一点，这个才278，好 ，The new special， 舒服了。就这几只花啦，还有一只，好啊，246，半天六只，把它放掉。双齿上了，蛮舒服的，运气也蛮好，钓了7-8条，还有一条。好，下课了，下课。
钓太爽，我们两个每个人都两尺，我双你双尺的话，我双尺上，哇！干死他！而且被我抄到超细线的，它超难钓。钓鱼影片到这里结束啦！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留言。最后推荐你们一项非常棒的商品，敬请查看。讲讲这个帅度，这个服帖感非常柔软，穿起来很合身呢。看、啊、背后感，最好的角度就是叉腰了，叉腰显瘦嘛，肚子以下中广看不到。背后，接下来我们戴个世帽版的，他的帽子看到了没 ？Season 的 logo。Season 的 logo， 呜呼！哦，刚刚那边 forgot 了。像我们喜欢钓香鱼、钓苦花的，我们就会搭配一点我们这种短袖的，来做这种层次感的搭配。我们先来配这一把，不是配这一件，伽马卡子，伽马的啦。这个帅度刚好像不太行，我老婆不要笑。我们现在在钓友服务里嘞，要拍帅一点哦。啊，一样，这手臂 ，C 的。一个钓鱼人床上有个几把香鱼竿是很合情合理的，我们可以这样拿着 ，C 的。Season Limit Pro VS Season 还是 Season， 我们可以拿钓竿这样子，这个帅度就出来了、哦、如果今天不想用这一把，也不想穿这一件 Bargain， 脱掉就是了，换这一件 Special 赖我了 Special。短袖的，我们就穿这一件短袖的来试试看。哦，它的算是百搭款呢、啊，非常百搭，非常百搭。然后我们来个整套 all set， 啊，一样，拿钓竿在西边，你就是最亮的仔，好不好？最亮的仔。当然，我觉得它什么都不搭配的时候，最有那种时尚感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嘞，可能是它这个 logo 搭配的非常得体，大小适中。这个 logo 大小适中，而且剪裁很好、啊，叉腰的时候最帅，就看上半身就好，就头也不要看，就是。就这一段，可以了。
锤，哦，肌理的肌理的包袱，像我是那种没有在练习的，我不在学新肌肉，没有在练身体的，哦，没有在这种扩胸运动的人，还可以有这种线条出现，这就是全部归功在这一件 C 人的水母衣上面。来感谢我的最好的兄弟，以前一直被他帮忙到一个不好意思，最好的兄弟，我们的 Peter 创立的 C 人 Outdoor 非常适合啊。我打算去钓香鱼就穿这一套，去钓大苦瓜也穿这一套，因为这一套包丢的啦，包中的 OK。